合肥市消防队伫咧选完年终的时刻，举办着顾问团联谊餐会，为了敬义消人员的辛苦付出。会中哦，嘛来表扬着优秀的义消人员，同时过来欢送已经服务34年的资深义消小队长吴家庆退休。合肥市消防队伫选拔时刻办理顾问团联谊餐会，代为了敬义消人员长期辛劳无私的奉献。参会现场嘛，真侪嘉宾前来向义消人员表达敬意。看到有很多的支持我们和美义消的这些长官哦，还有顾问啊，派温兄弟哦，今天呢非常冷的天气呢齐聚在这一起哈，很高兴啊。然后今天这个因为天气非常的冷，在此也呼吁呢家里有老人家的或者使用这个热水器的，还有一些保暖的器具的这个家里的人呢要这个注意哈，注意安全注意这个电的安全我们在此呢希望家家在这个天气这么冷的日子呢家家户户呢都能够互相照顾就保持家里的这个人身安全。那这样子，这样也比较好，然后也收听啊。何必这么对？这也尴尬，这样老人吼。谢谢各位了哈。过来就是咧，恭喜咱，你看你咧受奖的义消有功人员吼，也是咱表扬一届吼啊，甲因鼓励啦吼。除了向辛苦的义消人员表达敬意，会中也来表扬这届的敬义消人员。除了这以外，也特别安排欢送的桥段，来向已经服务34年、今年要退休的资深义消小队长吴家庆表达敬意。参会温馨又热闹。大庄新闻叶宏武合肥采访报道。